屁股大虾。 啊，哥姐，太棒了！我呀，再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家的生鲜套餐：去鳞、去鳞、臊子、石斑鱼，给你一包；带过的三文鱼，给你两包；脆骨章鱼须啊，给你两包；去头去尾带一段，回家红烧煎炸都可以，两包；美包一斤；黄花鱼丸可以回家煲汤，给你两包；可以凉拌的海蜇丝，给你两包；今天啊，你给我点关注，我再送你一包下酒菜泡椒鱼皮；给我点个爱心，再给你送两包。 也是个紫菜，煲汤喝，让满满一箱啊！14000套，点击小黄车或者说晚上来来我直播间，还有优惠呢。越吃越香的迷你八爪鱼，<笑>嗯，哎呀，夜明珠它的大名，哎呀，就这个东西啊，越吃越香，哎呀，啊，哥，太香了，你这个是咋做的？嗯，兄弟你也想吃啊？嗯，太想吃了。 想吃不会做，没关系。我呀，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您看这一满满的一包，哎，香辣口味，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，去牙齿去内脏的，回家可以直接食用。如果您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，气的都透出沫的小八爪，嘿嘿，嗯，这么小还有大米啊，哎呀！ 嗯，朋友，如果啊你也喜欢吃八爪鱼又不会做，那你啊看看咱家的八爪鱼，嗯，咱家的八爪鱼啊这满满的一大包啊，哎呀，这么多，一家三口人啊绝对够了。咱家八爪鱼啊就是香辣口味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呢。噔噔噔噔，哎，大袋子。 也叫绿贝，啊，吃过绿贝的人都知道，哎呦，这旁边的都不吃啊，只吃它里面的精华部分，剩下这也可以吃，只是我们今天不吃了啊，精华，嗯，嗯，还不下来了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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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来，太嫩太鲜了，哎，弄不出来了，啊，开饭了，先吃个小迷你，这个小迷你特别大，有大米酱，哎呦，太过瘾了，太香了，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迷你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咱家的熟成迷你八爪鱼，回家不需要你做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肉质啊，紧致 Q 弹，哎呀，你看这满满的一大锅，味道啊鲜香麻辣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来上一单尝尝吧。海五星，嘿嘿，这个季节啊吃海五星啊特别肥，哎呦，弄不开你，弄不开你，慢慢的高呀，海星的高呀，你是越吃它越香，终于屌，吃个大八爪鱼，
哎呀，夜明珠啊，哎呦，这大米，嗯，嗯，啊，真香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不吃八爪鱼，我呀，给你们推荐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。哎，这样满满的一包呀，是250克，足够一家人吃。香辣口味，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来我直播间，还有优惠。嗯，皮皮虾，这时候啊再不吃啊，过段时间啊就没有这么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大狗，哎哎呦，整个取出来，特别香。特别肥啊，哎呀，还是高 ，no。嗯，对上，爆个头。嗯，哎，老香了这个八爪鱼。嗯，有的朋友啊喜欢吃海鲜，他又不会做。朋友，那你看一下咱家的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这一包呀是250克。嗯，哎呀，这满满的量，一家人啊，他足够吃了。哥，都装不下了。是呀，味道啊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你来上一单尝尝。嘿。来个 QQ 弹弹的小迷你八爪鱼，嘿嘿。哎，不知道这个带不带大米，个头蛮小的。嗯，棒棒的。嗯，虽然小，不缺货啊。嗯，真香。嗯，嗯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又不会做，朋友，你啊看一下咱家的迷你八爪鱼，哎，哎，这么多，满满的一大包，回家啊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味道呀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紧致 Q 弹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来上一单尝尝。嘿嘿嘿，小光头，嗯。带大米的小光头才是好光头，嗯，还有墨汁，哎，嗯，嗯，太香，太好吃。我们也想吃，就是不会做呀。啊，想吃不会做没关系。朋友，给你看一下，这是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小八爪，就是给你们去过内脏、去过牙齿的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哎呦，你看这满满的一包。嗯，味道呀鲜香麻辣，肉质啊 QQ 弹弹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主页小店都有。吃个虾，呵呵，嗯，哎，哎，这个肉。哎呀，谁想我呢？嗯，哥，嗯，我也想吃这么多品种的海鲜。你也想吃这么多品种的海鲜啊？好吧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海鲜套餐：去鳞去内脏的石斑鱼啊，给你一包；去头去尾的带鱼冻的，回家红烧煎炸啊，都特别好，给你两包；这有的章鱼须，给你两包；
带锅的三明肉啊，可以回家红烧、涮火锅、爆炒都可以，给你两包。黄花鱼丸两包，可以凉拌的海蜇丝给你两包。下酒菜泡椒鱼皮再给你一包。今天啊，给我点关注，点个爱心，我呀再送你两包野生的紫菜啊，满满一箱呀，14件套。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来我直播间啊，还有优惠呢。好嘞，嘿嘿，吃点生蚝补一补。哎，咱家的生蚝啊，个个都是满壳的小胖子。哎哎哎呀！嗯，哎，真嫩。嗯，哎，高姐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99、10斤，我呀给你包鲜、包活、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哎，肉嘟嘟的小胖子，嗯，太鲜美了，吃个巨型猫眼螺，哎，哎呀，这个猫眼螺啊，得有5年的寿命啊。太大，哎，别断别断别断啊！哎，呜，好看吧？猫眼螺呀，不是海螺，它啥东西啊，都是可以吃的。嗯，哎，太香。嗯，嗯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海鲜，你看看，我呀给你介绍一下咱家新鲜套餐：去鳞去内脏的石斑鱼给你一包，去头出尾的带钻，煮一下红烧、煎炸都是可以的，给你两包；带膏的三文肉给你两包；你们最喜欢吃的章鱼须啊给你两包；红花鱼丸给你两包；可以凉拌的海蜇丝给你两包。下酒菜泡椒鱼皮给你一包，今天啊你呀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爱心，我呀再送你两包野生的紫菜，回家做汤喝，占了满满一箱啊，14件套，我呀还给你鲍鱼到家呢。鲍鱼有点烫，哎呦，这个绿色的是鲍鱼的内脏，不要吃，扔掉，牙齿在这里位置给它拿掉，剩下的都可以直接吃。嗯，哦，这个比较完整。哎，太烫了。嗯，嘿嘿，生蚝走一走，活到99。你好，小胖子。哎，很多人啊问我这生蚝咋做的，事实上生蚝呀特别简单，你啊回家冷水下锅，水开煮个2分钟即可出锅食用，个个都是这种小胖子。嗯，哎呀妈，老鲜了。嗯，哎呦，这个都弄碎了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99、10斤，我给你包鲜、包活、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嗯。